上学时经历的生死时刻。天哪！团开呢，着急忙忙干啥呢？昨天英语报纸没写呢，又上英语课废了。写那玩意儿，英语老师也不检查。没毛病，英语报纸我都撇了。我也不行，把嘴都闭上。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英语老师调走了。主任，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啊，刚才那就是坏消息，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团开给我站起来。好消息呀，是主任也会那么点英语。哎，这咋整啊？报纸都让我撇了。哎，我找的是个坐地铁的。这几天的课我给你们带。我就说我补作业。来，英语课代表，昨天作业是什么？主任留的英语报纸。好。英语啊，你先把后边大题抄黑板上，完咱们先看前面的题啊。啊？来，第一题填空题，答案是什么？赵德柱，赵德柱，你不会没写英语作业吧？ banana banana， 对，那么我问问 banana 是什么意思呢？香蕉。香蕉。哦，那两根香蕉怎么说？ banana 呢？那要一把香蕉呢？不，那那那那那。那要一堆香蕉呢？不，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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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去！赵德柱啊，一看你就没写作业。那司马懿提醒你，我倒听着了。主任，那你说一堆香蕉怎么说？你真多余呀！那老死拖天开，你真乐意，我给你牙掰下来。你写完没？完事儿了。天津跳水大爷在天桥上跳水，保安说大爷十分危险，游客说大爷十分。来，哎呀我的妈，硬点啊！上英语课你拿地铁晨报啊？主任，你要我报这玩意儿呢，早上只能拿着晨报。拖天凯，你害人的乐。主任，我没有啊。没有什么没有，你那英语是学好了是怎么的？来告诉我，一堆香蕉怎么说 ？Pile of bananas， 它对吗？对，主任。给我来个难点的。肺炎超违规火山病。肺炎超违规火山病怎么说 ？Pneumonia ulcer fire selling of volcano dis， 它对吗？对，主任。拖天凯，害羞的蜜蜂怎么说？筛币骂人啊！